你甲玉婷分手，你去啊呗？啊，袂啊。你搁想要甲玉婷搞搞定哦？还是搁想要骗人？想要利用玉婷关因爸的钱啊？欸，我甲玉婷哦，做伙的时间虽然无久啦，啊，不过玉婷在我身躯顶藏真侪感情呢。我即摆若甲玉婷讲分手哦，一定甲所有问题拢怪你头壳顶啊！安尼对你根本就无帮助啊！所以你无拍算要甲玉婷分手？哎呀，你是玉婷的小妈呢，我甲伊吼早晚行袂落啦，即摆袂用分手啦。我即摆会用做吼，就是啥物拢莫做，安尼对你较有利啦。讲到拢替我想，你有遮尼好心无？啊！你对两个阿 Q 条的，就是为着要讲这啊？是啊，啊，嘛甲你回家是累啦。咱的代志已经过去啊，唔免啊。哎，过去是过去啊嘛，啊，不过伊伤害的，啊，无恁来去找一个甲你差二三十岁的老查甫人，伫遐糟蹋你家己啦。谁讲我糟蹋我家己啊？玉婷，伊爸爸对我足好诶，伊温柔体贴，风度翩翩，伊知影尊重人。我不要乌白来，嫁予伊哦，是我这世人做过上精彩的选择。当初我真正想万出彩的嫁起来着你啦。安尼听起来真好啊，啊，不过你嫁伊个甲较早无同啊。你爱爬爬走，爱运动，爱看人打球，爱斗闹热。你嫁伊哦，应该是我这款活跳跳会陪你四界去的男孩子，唔是迄款哦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奥利桑啊。我不跟你比拼王赛啊！你像我阿婶，娶我去的所在嘛足济，嘛教我足济，我就清楚我要爱的是啥。你看，你看，你讲的是你要爱的是啥，不是你介意啥。你是看条件才勉强你家己的嘛。你根本就无爱玉婷爸爸，你是惊伊吼你感情阁受伤，你唔才会去紧一个想要甲你伤害阁伤害袂顶台的老男人嘛。你莫聊我语病哦，我不是这意思。有无你家己心内知啦，亚春。趁你即马阁少年，读卡吼较清楚诶，莫摕你的青春来报复我嘛！你是谁啊？你俩孙子足重要、足优秀诶哦！我报复你？无想要承认嘛，袂要紧啊！我是要承认啥？我早就对你无要紧啦！林家宝，你知影你上好笑是啥无？你自我感觉良好，永远拢活伫家己诶世界。你讲的拢足好听诶，所以拢毋是一回事。我感觉足好笑诶。你比我搁较好笑吧？二三十岁查某囡仔去嫁予一个五六十岁查甫人，啊无啊？你是有恋父情节哦？逐天甲伊安尼出出入入，自拍破网，你是花痴哦？哦，我拢歹势吼，讲我甲你做伙嫁啊啦。哎，阿爸，你跑！你怕怕妈妈王亚纯啊！我希望你卖阁糟蹋你家己啊！你家己的面子想顾下无？实在你哦，就先糟蹋我家己啦！哎，哎，阮王亚纯已经结婚啦，你过来找伊创啥？过来去有人来，即马是陪咧上遐。阿伯，你卖误会，我是来苛劝亚纯哦，爱想我清楚。啊，不过。听你安尼讲，你呐嘛真赞成亚纯嫁予迄个奥利桑嘞？这问到的代志，甲你啥物地带啊？所以你即句话意思嘛是你真支持嘛？无怪亚纯敢嫁。想讲阿伯，因差济岁呢，伊拢毋惊亚纯哦，嫁无几年就酒挂。哎呦，老爸死，囝细汉，啊你食到即落岁啊？阿哥讲斗气输，你阿点去啊？安尼我讲的无唔对嘛？阿伯，你是一个吼会晓看钱顾好的人，哪会无去想到嘛？你心内吼就是咧想，亚纯吼当时会当去摕到遗产嘛？你唔才会同意讲亚纯去嫁予一个瓜茶拢立一辈的奥利桑嘛？你讲你偌贤教查某囝？我看嘛无偌正派啊！
阮查囝已经叫你求一摆，你即摆想要破坏婚姻哦？你这样子笨手，你笨手，我你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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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乖乖乖，门边关门，关不大事，不大事。哎，你叫谁呢？啊？哎，啊，竟然是你！你多乱骑啊，把你害我金尊惊着你啊！安怎？我就是超过伊啊！够可恶的你啊！哈！啊，你害我金尊惊着安尼，还蛮蛮好。我那啥讲，你的囡仔哦，这样尔无胆啊！我凊彩饲一个肉，伊就惊到你妈妈吼。嘛是啦，因为哦，伊是王雅婷，还佫杜长安的证人。啊，爸爸哦，这样尔恶毒，妈妈这样尔软弱，无怪啦。生出来囡仔哦，唔只这样尔无落叶。你这么乌白龙讲啥？你好歹你敢落车？老枪，你是有个会当做，想要跟我拍？好啊，试看卖啊，当初跟我拍，来啊！拍你是免啦，我是讲哦，甲一个人哦，每一段感情拢失败哦，哎，无啥人好下拜啦。哥说有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讲条你听无？啊，好，我再重讲一遍来听。我后生哦，确实曾经伤天害理啦。啊！人才悔改，哦，天公不要慈悲，好一好心。啊！你讲过去这么伤天害理，又唔知人悔改哦，你一世人哦，都袂着幸福。你卖在这讲话纠缠我啊！我咧好心来咧提醒，啊！你卖看阮金孙女这么万当，你继续为伊三做，无好结尾啦。有囡仔是个安怎？有囡仔了不起是无？我无稀罕呐！开车拢无咧看路的哦。好。哎。你小可看我哩啊！你害我金尊常常出招。就是人，我只不过是要带你的金尊去佚佗尔，我无做什么代志。是倒迄台车无说要去弄着伊，要过着爱管伊，跟我什么关系啊？你搁在恁硬拗哈？迄人是去参加杀毒界，甲我金尊带走去，那反正这么危险的代志。你真正伤过分啊！黄耀芳，你凭什么跑啊？我是想让别人看你，凭什么跑你？是狗跑我，我干你啊！你昨天就开的，怎么想你们搞死你？我你伤害老多人，又给我惊啊！天公伯绝对袂放你甩。黄耀芳，天公伯鬼！你是为你拄只所做代志回心的，才去讲。我无可能回心的。那你两卖消息，我今日放你走。放开！我说你放开！好，我知影我唔对啊，喊你紧给我放开。那是真正是要回事嘞，就要较有信义的。好，我知影我唔对啊，我不应该把婴儿车送走。我回事嘞，现在现在现在。啊！你讲赢啊！你上好记咧，你即摆讲的话，要哪无？我绝对告诉你算账。哎哎，是你！我伤害着家己，你无可能怨他别人啊吼！嘿，我求着求倒转来，你这手行到毛巾毛巾也替你报喜。你车，你来认我，你来认我，我绝对袂一格，就该干好乖。你要找我的麻烦，也唔轻看买家己闺女的，搞鬼了。动手的人是我，卖为难我爸。是你我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至拜五晚上8点，一家团圆，健康餐厅红曲加个双效定。